F 四成员吴建豪近日完婚，迎娶富豪千金石真善，也成为 F 四中第一个已婚的成员。然而低调的二人安保措施相当到位，严防媒体拍摄，也令这场万众瞩目的大婚倍加神秘。17日晚间，刚刚完成大婚的吴建豪终于在微博连续上传数张婚礼照片，与粉丝们分享自己大婚的喜悦之情。在照片中，吴建豪身穿黑色礼服，与新娘分别出现在三个场景之中。特别是在上传室内舞会的照片时，吴建豪更是甜蜜地写道：终于找到一位能陪我跳舞跳到最后。只见照片当中的两人无时无刻不在注视对方，更深情拥吻，甜蜜的神情羡煞不少网友。网友们再次送上祝福，纷纷表示这画面真是幸福满意，希望两人白头到老。据悉，这场婚礼邀请约150名宾客，吴建豪动用数十位保镖维护现场秩序，也不准使用专业相机。但吴建豪深知媒体需求，主动发照片，看来新婚的他心情大好。而石真善也在微博感谢来参加婚礼的每个人，自认有场最完美的婚礼。参加的宾客还透露，石真善礼服性感，展现了诱人的曲线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